快过，下一题，完了，五个字，完了，点锅炖大鹅，，不容易啊，来下一个，四川，四川。棒棒鸡，耶！我，彪彪面，腹肌，30秒倒计时，腹肌。腹肌肥，注意时间。猪头，还有20秒。鱼头，猪头啊！鱼，猪。表演个猪，表演个猪。鱼头，啊！猪头，鱼头，猪头，鱼头啊！肉，鱼头肉。五、四、鸡、三、猪啊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啊！猪头肉。哎呀，来，大家说最后一题算不算他们过？好了，在这里要公布一下祖儿还有我们的美琴，3分钟答对了5道题。好，接下来换人，大舅二舅，太不容易，能否超越5道题？我们来看看，因为这一轮当中赢得非常重要，如果赢的话，就给品尝的 Amanda 大厨的那一道软壳蟹了。3分钟倒计时，3、2、1，现在开始。4个字，水晶虾饺。水嘴剑虾饺。我家不如你们虾。水晶虾饺。水晶。好不好？虾。大家太过来了。5个字，高压锅生蚝。第一个字，高，高压锅生蚝，高啊！哎，好过。爆炒青蛙，恭喜，终于答对一题。过桥米线，啊，厉害。撒尿牛丸，正确。手撕包菜，我最爱吃的。手撕包菜，正确。为什么他们那么简单？太简单了。哦，这个黯然销魂饭。Oh no！ 哇，这怎么答对了？